主持人各位来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、大家拢知吼，现在台湾工商社会生活非常的紧张，那每一个人为着生活在打拼，嘛是要提高咱的生活水准。但是啊，这个社会上这陷阱真多，假使各位脑子输啊是较差，咱的打拼，咱的奋斗，都变作无目的。各位可能真侪人有这个经验，当一天啊，你工作真忝，先回到厝，看到你的信心，有一张批，甲起去看，哦，恭喜哦，你得到奖金嘛，奖票10万。你工作中间手一响哦，甲拍开看嘛，一喷机出来，讲哦，哦，你有一寡电信的费用会使骗。还有一种暗时变到厝的电话响了，有人自称讲我是国税局的人员啊，你有一寡所得税会当退税。各位啊，你听到这個，你有啥物反应？你是欢喜的，还是紧张？我想啊，大部分人都有这款情形，啊，迄个骗人，这是一个骗局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但是啊，根据着报纸杂志、电视的媒体的报道，台湾每一年啊，受这啊骗徒所骗去的人啊，不计其数，所骗去的金额啊，嘛是上个以上。咱有可能会想，啊，这去用骗的人，伊毋是教育水准较低，就装卡互你送，互我送。但是啊，这报道跟你讲哦，这所骗的人，竟然是包括啥，坐办公桌啊，这来吃头路人，啊，退休的邮局的人，甚至啊，中小学的老师，甚至就大学的教授，退休的小学的校长。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这个骗术里面不少人呢，啊，包括就讲咱的寺庙要募款啦，啊，赠送的手机啊啦、算命啦、色情的广告啊，甲伊人家要退税啊，啊，骗大众啊，这么子。根据的报纸以及的统计。台湾受骗的人上界多，金额上界大，有三项。第一项啥物？第一项是性惊，啊你惊飞了你，通知你恭喜哦，你中奖，啊你会使来领奖，啊要领奖以前先交15%的所得税。啊另外一种讲，哦你中奖，你爱加入这个会，这个俱乐部。哦，做会员，啊，交这会费了，你才会当来领奖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，手机的通知啊，哦，你一寡电信的费用啊，有存啊，会使退还你，啊，希望你到啊，提着你的金融卡来到这个提款机内底啊，来操作，哦，将这钱啊来甲转给你。结果呢，你若去甲转了，你有发现一项代志。你大家的钱拢去用了了了。第三，就是电话。咱常常听到电话接到时，哇，我是国税局啊，你有一个所得税会当退税，哦，麻烦你啊，摕着你的金融卡来去提款机啊，来去操作。结果啊，操作不了，你的钱嘛是用了了了。这三以外。啊，我有真严重诶！这三个啊，混入去来骗人。我记一个真特殊诶例，今年啊，报纸啊，搁刊一个，有对日本人做生意人姓杨，拄好转来台湾啦。有一天啦，就接到这电话，伊嘛是讲啊，我伫国税局诶，啊，某先生，刘先生，你有40多万诶所得税，还会当提。哦，希望你啊，提供你诶金融卡诶号码。哦，叫这个来提税，而且啦，你啊以这个方式啊，可以当参加到咱的国税局摩擦。啊，这刘先生啊，啊就这样去操作，
第一次操作的时阵，啊，将这钱转，都甲操作咧，结果发现讲，伊少来百几万，但是我无看伊啊，问对方啊，是安怎？我咧操作咱钱掉，你唔是讲用这水，咱怎啊无伊啊？伊咧讲啊，歹势吼，这可能电脑故障，我咧技术人员怎啊去处理啊？哦，这杨先生无怀疑伊啊，真欢喜讲好等一下。两天了啊，这国税局的人，我卡电话来讲，啊，杨先生，我咱的电脑还未处理好啦，但是啊，你因为参加着这个活动啊，你中奖1000万，靠，一旦退税，啊，但是你目前这个啊，这个账户啊，因为电脑的关系未当用。所以伊还阁提供另外一个账户，哦，阿姨就讲，伊还无发生这个怀疑，哦，安尼好，阿就照安尼，结果嘛转百几万出去，200万，这是第二摆，第三摆，哎，这杨先生也无觉悟了，啊，这个国税局的人员，我打电话来，这个叫啥？参加一寡来抽奖啦，也是讲伊在转这个账啊。啊，转无过，过一摆，连续操作6摆，结果损失金额从800万。第七摆时，这杨先生啊，发现讲，代志唔对，才着向着健康来报案，但是啊，已经损失800万。各位，咱大家都在听，可能甲当作笑话，当天啊，敢闹遐戆人，但是咱千万唔通。其实，这些啦，咱也发生这个代志，因为咱就是无迄个做嘛。啊，要防止这代真简单，这3000元要哪处理？我相信啊，阿婆阿学生嘛知影。第一啦，接到这个杯单单啊，粪扫堆就甲弹掉啊。啊，有人好奇呢，想讲伊来去创啥？佮甲问看嘛，伊就牵古落落嘛。一步去骗。后来呢，咱接到这个手机啊，真简单嘛，填写唔掂，不需要去甲看，千万唔通丢度。所以讲啊，千万唔通丢度。了第三，你啊接到这个电话啊，甲挂掉，大家会记哩。第一次去用骗你，怪骗徒；第二次去用骗你，你怪家己嘛。啊，要安怎袂用骗你？真简单，就是要有知识，增加你的知识，增加你的常识。啊，无你就是戆人，戆人就无犹豫。第二，上要紧的，唔通想贪，只有你签赌套，无中奖，绝对无可能。你无签赌套中奖的，所以会记你，千千万万会记你，唔通想贪，想贪你就两个啊，主持人。主持人，啊，咱各位来宾。啊！伫咱今日演讲者啊，廖先生，小康的两家人，咱廖先生用咱目前社会最近常发生一挂骗局来做伊个主题，伊收集足侪资料啊分析啊，介绍咱大家吼，变那个漂亮。伊一篇演讲，咱会当了解讲廖先生呢，伊有相当的用心。伊段落真正分明，伊一个开始就讲咱世人天天拍拼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？你为着一时的贪心，啊，一寡欠面子算有骗。哦，所以讲伊的起果起了足好，啊，伊主题方面呢，伊从伊所收集这资料来分析，就讲目前的骗术，伊是安怎来利用？哦，啊，结果伊会当来讲讲，咱是安怎来个骗面，吼、哦，这个。别用骗伊，由于所演讲这个过程，哦，咱来了解廖先生用足大用心，伫伊这个题目内底，也许就做些资料。相信廖先生要用心，要来做这道，一定会是足成功。哦，这是伊资料准备方面，啊，伊表演的技巧，哦，伊演讲技巧。伊对每一哦，咱全球所有只听众讲起来，也是拢有照顾着。吼、哦，伊咧演讲时阵，伊向一边，这边再讲下来，一边听，伊后壁个一边，吼、
来讲我这边在听众听，我相信大家对伊用心一定是真感谢。不哩可呢，我遇到先生，今仔日演讲我有一小块建议，就是讲，伊可能是讲看到讲咱这边吼、哦、有较一个较侪贵宾在遮，所以呢，我第一看我是看讲咱姚先生用足济时间是向咱这边遮贵宾在讲，啊较少时间是向这边遮贵宾在讲。伊来当从伊个时间来分配和平均每一个人，一定会当会当会较好，吼、哦。啊，唔知是准备资料较济，还是安怎？所以时间上的分配可能较无适当，吼、哦。伊个主题方面是讲较足详细，不如个要叫你如何来骗人，吼、哦，去用骗你，说消耗是点嘛？较急，吼、哦，讲了呢，咱听了较无熟，无讲食迄落，所以呢。你也会当从主题一方面稍微来熟悉下，安尼大家听人吼、哦。啊，结论可能都一个较精彩，大家听听好。啊，佮即点就是讲，吼、哦，若有人寄迄、那个，你手机啊寄着迄个，互你配合微信，你来牵线有条，啊，即个牵线上好啊，再我学两下知影牵线有，吼、哦，那就用我牵线用台语，应该佫较好。感谢主持人。各位贵宾。一场好的演讲呢，爱有三条命，第一就是信、德、爱。信就是讲你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充分表达出来；德就是讲大家听有；爱就是讲真流利、真文雅。现在的丁英兄也是安尼讲，充分用伊真丰富的一个。表情、语言、强势、回顾，来表达讲想谈论两家人这个主题，相信大家都有心情感动，所以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演说。实际上，咱人生在世呢，需要的物件无多，但是想要追求物件太多，这就是贪。他想贪的两家人，这个。想贪是一个因，两个人是一个果。那么丁英兄今仔日，伊真侪个来讲社会上面就是想贪的时代，那时间做不够，到尾啊剩只啊两成的时间，讲到两个人这个结果啊，讲到无解清楚，尤其。情况怎啊来封闭这个代志？我个人感觉小可好离地啦，啊，这是我的一个建议。根据我讲的这个例呢，信、德、爱，现在丁英兄实在讲是一个真成功的演说，但是对这个第三个因啊，咱这个闽南语现就是台湾的问题真多，汉字咱要用闽南音来发，确实发袂好。哦，这是共同的问题，所以未来啦，这里我提出来，那丁英兄共同面对。那准备讲到哪里呢？咱都爱去读一个汉文，就是讲做咱的汉字，会当用闽南音来个发了正确。啊，那安尼呢？未来大家对这个闽南语的将来呢，一定会讲到较文雅。总共是做今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演说。那么。或者是时间控制了较无好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小缺点啊。后回呢，绝对顶面一定会更加精彩的演说，希望会当通知我。主持人，雄狮的主持人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今仔日真欢喜，为咱廖定仁先生来做讲评。定仁啊，你今仔带来这个题目，确实有够赞。够好，因为这是目前社会中骗术满满是哦。恁若无去注意，真正一无说你，就是一个受害者哦。人你讲哦，刀割一笑，阿摩哥是一顿哦。但是最后拢也是邪不胜正。佛家有咧讲，贪嗔痴是上爱大的禁忌。贪，你若歹想贪。当然，你就会去两家人。定然啊，你讲对无？就是安尼讲的。但是吼、哦，
我伫遮，咱拢看会出来。咱第二来今仔日为着这个工地，收摊两家人，伊有做着真充分的准备，拢看会出着伊足认真嘞。台风嘛足稳嘞，但是讲袂出，迄是拢会骗人的。因为我拢看到伊个西装裤拢会准准准哈，但是这毋是问题，这是小看一个迄个名景，有阵互咱大家轻松一点，冇可能啦，对无哈？啊，佫有一项，因为咱大家拢知影，咱台语个文化是上界水、上界优美个。咱要讲一句台湾个俗语，咱要安怎把这个话语、把这个语气，会当改讲互伊较优美嘞、较生动，会当互咱所有个人。会当融融入咱这个主题，人讲，哎呦，嗨啊啦，你若卖想贪，你唔着会去认家人，对无？我安尼讲是毋是比别人啊较吸引人嘞？你听我讲较好听哦。所以我感谢，所以我伫遮吼，甲咱建议啦，一个小小的建议啦，因为你了解咱台语的文化是足水的，足优美的。今后你若讲一个其他语的时阵，你会当该用较优美、较温柔、吼、较温柔一丝安尼来讲，因为可能查甫人咧讲有较刚性安尼。那像我做囡仔来讲，当然我会较我奶奶安尼，太吸引大家啦。所以伫遮希望咱电影大哥今后你若搁再找演讲，把这小小看看一丝的问题，搁做一个做一个小块改善，我相信今后。你伫演讲这个舞台，绝对是百分之一百上界优秀的一个演讲者。在座恁讲对无？对。所以我伫遮简单，嘛要祝福咱电影大哥，日后第一名是你的哦。